下大雪了，今天是圣诞节，你们跟大家说什么？ Merry Christmas， 还是 Merry Christmas 这样子，数起来，一二三， Merry Christmas。我刚收到嘞。啊，你说什么？ Merry Christmas 啊？白茫茫的，好大的雪哦！你的手上快湿了。那你要写个字啊。你要写什么？ Merry Christmas。 你要写 Merry Christmas 哦， That's a good idea。 好吗？我看有写成功吗？一点点。真的有还有个爱心，我看到了，太棒了。爱心，我看到了，太棒了。超级阿弟弟已经睡着了。OK， 我回去再放影片给你看哦，弟弟。你说你超级阿弟弟，很开心哦。你好啦，知道我先用弟弟。解锁了。嗯，你不是要先弄弟弟上车吗？对啊。你可以开啦。哎，妹妹还在写字啊。OK， 我来看你写什么字。这是什么字？这个是什么字？告诉我一下。Merry Christmas， 今天是圣诞节，你要跟大家说什么？ Yeah. How about you？ Merry Christmas。那中文的会讲吗？圣诞快乐。要大声一点。圣诞快乐。好，姐姐，你请你开门吧。我不想开门。为什么？快点开，然后妹妹可以上车嘛。快点，姐姐，你才开得动。从下面往上，从下面往上 ，OK， 小心妹妹 ，OK。贝尼，爸在拍你耶，很 exciting 吗？好棒，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滑 ，OK？ 今天有好多 snow，OK？、Okay? 可以。姐姐在我们前面耶。
Keep going, keep going. OK， 好，录影录影。今天超级大雪，圣诞节。小心哦，我陪你们从这边走。超级大雪，圣诞节快乐！开心吗，小朋友？好玩吗？好搞笑。Merry Christmas 吗？谁在发抖？谁在发抖？谁在发抖？第一台那台，我觉得他可能觉得很好，这台。为什么？
跟车。